大家好，欢迎您乘坐本站六十六车。担任本次列车乘务工作的是广州水利集团公司大庆客运站广城车队第三班乘组的乘务员，我们热诚欢迎您到来。在您乘坐的车厢里，有列车员直接为您服务，旅行中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告诉列车员他们的经历帮助您的。旅客们，咱们全体乘务员共同的心愿是，通过我们的服务，能给您带来旅行的方便和舒适。祝旅客朋友旅途愉快，一路顺风。他的身旁，看他的温柔善良，来